继续。又显得不够文明。来，没关系，时间刺客学啥无所谓。援军出击！哎呀，插个眼儿。看看对面的皇子打什么啊？先生又何？我抠你！抠都抠歪了。这个抠你再不中？给我中！啥啥啥！我抠你！反正我能回来，你能吗？我抠你！我抠你，刺儿，刺儿，好了，刺儿，我抠你，刺儿点烟，别刺儿，好了。二级他居然不学抠，啊，抠你。走了，我抠你，走了，这得走了啊！他卡兵线，但也没办法，卡卡吧，回家了。少了啥都会显得不够文明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每当我右键点的次数特别多的时候，我的风扇转速就特别快，每当我一站在这里不动的时候，我风扇转速就不会很快。哇呀，你来了，拜拜，我抠你，太远了，兄弟，我抠你，沉默，刺儿跑了，哎呀，抠你，刺儿，刺儿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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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抠你！哎呦我操，这也能连着我！我抠你 ！W 闪刺儿，为啥呀？哎，这为啥我被晕了，而不是他先被沉默了呀？这是为啥呢？这好奇怪呀！这也太奇怪了。谁知道这是啥呀？有没有人要喝茶？哎呀，打远程主 Q， 打远程也得主 W 呢。大虫子就得主 W， 没事，一会儿再吃它。反正现在我们一套他就死，他一套我们也死，无所谓，我们反正就是互相被秒。点无效化法球，我不抠你吗？
我不沉默你吗？哎呦我操，这火蓝！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马上我升啊！抠你！抠你！沉默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跟你们说，这火蓝最二的一个选择，啊，最二的一个决定，这个火蓝就是他不带点盐，火蓝没点盐，有很大威胁。等个大招啊，先小耗一手，抠你走位。哎，这怎么能练得这么远啊？沉默起飞，刺点盐，好了，我请求与你决斗。左边针眼，刺儿，我这刺儿啊，沉默。先生为何昏睡？沉默，刺儿，起。完了，蓝不够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太傻逼了！走位。有没有人要喝？哎呀，我好人头没了，我去吃口屎去。确实不应该用 Q 的呀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大虫子这英雄玩起来呀，还是差点意思，差意思了啊！先生，你是个懦夫和蠢蛋。这黄子儿，黄子儿走。哇哦！吃一个吧，不吃白不吃。先收兵吧，我们现在没大招了，吃不了了。哎呀，少啥都会显得不够严密。走啦，回家啦。一会儿再杀你，小伙子。
不用你一点血量装也不出啊，一会儿就把你吃了。我先来个皮孩吧，我决定先来个法穿孩。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虚区来讲的话，出个法穿还能好一点。有没有人要喝茶？我到了，往这儿走。沉默刺儿，刺儿，起飞，嗯。闪现刺儿接咬，三二一起。我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。1750，差400块钱。起，命中率稍微有点差。往下路走一波来。看见我了，那算了吧，我们回去。干哈呢这？我到了，锤石，给我往上上来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咬，刺儿起飞，刺儿，刺儿。我能不死，难逃一死。回头找火蓝去，这里有针眼儿。这火蓝为啥不走啊？刺儿，沉默，这不是刺儿啊，这是起，说错了。起！13没有到，我需要一个蓝 buff 啊！沉默，起，沉默，淤血塔400块。起，走位还不错，你别让我抠着你啊。我沉默起打着没啊，我请求与你决斗，我请求与你决斗。你别让我抠着你啊，你给我起来。他跑得太快了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贴身的手段
先回趟家吧。他用闪现起吃小兵吧，既然火蓝已经杀了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美甲窃魂卷，再出个猫子，现在我们已经有贴身的手段了。起，沉默，走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美甲窃魂剑要没了呢。这不好意思了，兄弟，这没法救我的。哎呦我去！刺儿，致命点烟，起，沉默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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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！这黄子给他跑了，打我吧！起，沉默，起，你在干？啊！我美甲窃魂卷，我日你哥，我日日你哥哥！啊！救命啊！起！来人来人来人！萨米拉，萨米拉，萨米拉！起！哎呀哈！快跑！我看谁还追我来追！嗨呀，我天哪！救命啊！我这推推棒啊，还杀了一个，谁死了？啊 ？ADC 死了。ADC 咋死的呀？刚才我连回头我都没敢回头，这要正常，我这没有美甲窃魂卷，我回头杀武器，这不行，我这美甲窃魂卷可不能没呀。两个人直接被恶心死了，咬一口。喜欢战斗时呲牙咧嘴的人，咬一口吧，我想你会喜欢的。拿个蓝 buff。沉默。拜拜，加油！别给我，别给我，给我 ADC 吧！我去波上路啊！沉默，虚区还是低呀、啊。起！这不回头打我一下？起！沉默，好勾，起！
完了，起，点燃沉默吃。小伙子，我已经不是刚才那只大虫子了。显得不够文明。我已经是那个两个猫子的大虫子了。啊，不是猫的，两个大棒。吃个蓝 buff 吧。这家伙。吃一个，正好九层，马上十层。我来了，飞回来，起，沉默推推棒，起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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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 ，go go go， 起。沉默吃，不是吃啊，刺儿，起，差一点点。这大虫子血也不多呀，这。先生又何婚？起。沉默吃。刺儿捡灯笼，捡的有点快，我说实话，你这灯笼撇的太快了，我应该把它吃了。推推棒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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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捡灯笼，快救一下！哎呦，这锤石可以啊！吃个鸡吧，这还有红 buff 呢，我一看这也没人要啊，这捡吸地太少了，大招吸地不够快呀、啊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既有虚区，又能让我位移，还有冷却缩减的装备，这十五不够啊！有没有人要喝茶？把蓝拿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打个蓝 buff。泰坦一个人搁这做眼儿，这地方蓝没有人打吗？你咋的呢你？是不是不怕死，小伙子？给我起！让我们像绅士一样战斗。我打发溜闪，起！真能抢啊，这还摁个惩戒啊，先生又何吩咐？起，沉默，可以，这灯笼。站我后边。
沉默起。吃一个小兵吧，6/6了。马上我们升个16级，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有多大。沉默起，推推棒，平 A 死了。没事儿，就是我其实需要一个沙漏。来个秒表，美甲窃魂殿掉了80%，没事，再杀两个人就可以了。你别事儿不关己，高高挂起了。哎呀，事儿还挺多。我先升个16。哎，我突然之间感觉我变得有点大了啊。沉默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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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，变大，大没大？没大呀，就这么大点儿吗？最大了，这是啊，这就最大了，这可能就是我最大的形态了，兄弟们。嗑药啊，嗑药也最多就这么大了。走吧，崔石啊，怎么的呢？这黄，我今天不吃你是不行了。我一看呢，啊，叮，沉默起，怎么回事呢？致命点。起，说啥呢？两个小弟弟，好好玩游戏吧。下一把，这给俺们家锤子骂的，我不行。